在场委员109人，赞成者58人，赞成者多数，停止讨论通过。国委会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停止讨论进行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请举手。 报告院会报告表决结果：出席109人，赞成59人，赞成者多数。报告院会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，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，请举手。 报告院会宣告表决结果：在场委员109人，赞成者58人，赞成者多数，停止讨论通过。报告院会现在处理第51条，依序进行表决。如果其中任何一案通过，即不再处理其他案。报告院会第51条。 照国民党党团、台湾民众党党团共同所提，在修正动议条文通过，有无异议？本席于上次院会党团协调时机表明，如果各位委员能够维持议场的和谐，我们采用表决制表决；如果三个政党能够签署保证党团委员都能坐在座位上表决，并且维持秩序，本席会宣告。 在3个党团没有签订书面合意之前。 宣告完，大家再共同决定吧。先让我宣告，报告院会，我特别在这里做重要宣告。我们在进行表决之前，民进党党团有要求。 院会进行表决时，应可否两面俱陈？向院会报告，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35条第1项规定，本院的表决方式之口头表决、举手表决或表决器表决，系由主席宣告之。报告院会，本席于上次院会党团协调时，及表明，为了如果各位委员能够维持议场的和谐，我们采用表决弃表决。因此，如果三个政党能够签署保证党团委员都能坐在座位上表决，并且维持秩序，本席会宣告表决弃表决。 没有签订书面保证之前，宣告完，大家再共同决定嘛。先让我宣告，跟大家报告，本院各界于院会举手表决方式时，历来院会的主席均采单方面赞成之方式呈现表决结果，以完成该次的表决。因此，本席采用举手表决之方式时，亦循例表。 那你就请你党团安静一下嘛，要不然我从头到尾再念一遍。大家拜托，你们有意见，等我宣告完，大家再来表达意见嘛。你这样连柯总召都听不见。先进行举手表决。现在一场太纷乱，我们休息5分钟。请问院长，之前曾提到有责任保护所有阁员权益和在立法院的安全，怎么看藐视国会罪通过带来的影响？ 关于近来这些法案是否会向立法院提出复议，请教院长。日前到立法院拜访韩国瑜院长，我跟他提到，我们两位有相同的责任，韩院长有责任保护同事的安全，我有责任维护内阁部会首长的专业跟尊严。我希望。 我也肯定，我们两位都会一起努力，把这个责任完全的担负起来。行政院是一个宪政机关，我们依照宪法的程序所做的各种努力跟行为，只要合于宪法、合于法律，那都是行政院一种尊重宪法、维护宪法的具体表现。至于未来，我希望。 立法院的内部的事务、议事的进行会非常的顺畅，行政立法两院的互动会非常的沟通良好，所以只要双方都在合法合宪的前提之下，我想我们会保持最好的互动关系。 委员会现在宣读完毕，请依登记顺序发言。我们首先请庄瑞雄委员发言，请委员保持肃静，尊重发言委员，请庄委员瑞雄。主席，各位，我们在场外。 所有的朋友们，历史真的是一面照妖镜。10年前，我们场外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在抗议服贸条例的制定。10年后，今天我们在议场，跟我们在外面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联手，在抗拒大小国民党今天在国会。 用这样违反民主程序的方式，要来通过国会的一个扩权。昨天中国国民党召开国际记者会，当外媒询问他的时候，说整个法律的一个要件，他说等到立法通过后，再来向台湾人民报告。见鬼了！天底下有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方式。今天的时间点非常奇妙。 从昨天到今天，我们蓝军的好朋友中国共产党联合利剑在我们台湾的周围在演习，哪怕我们马祖的陈水生跟中国多好，我们金门的陈玉珍跟中国多好，华联网跟中国多好，照样中国还是对台湾威胁。现在进行的条文是到50条之6，各位台湾同胞，我们来先看合不合理。各党总共登记1451次，民进党登记了1349次，国民党12人次，民众党90人次，到现在实际发言38人次，没收了民主，让我们国会民主死掉，我们看得下去吗？看不下去。看得下去吗？看不下去。台湾民众吞得下去吗？看不下去。国民党从今天早上谎话连篇到现在，一直在讲说民进党444会同意。各位，我们在司法法制委员会，我们要求逐条讨论，中国国民党每一条都保留，大小国民党联手，无坚不摧。我们上会动议是为了阻挡，他每一条都不讨论了。到了朝野协商，我们的韩院长更有趣了，每一条全部都不协商。国民党善笑我们场外的这些朋友们，今天他们不是修理民主进步党，他们是在善笑我们台湾人民不配拥有民主的国会，退回重生。谢谢庄瑞雄委员的发言。等一下，都有当时有这样有这一个宣告。报院会依照立法院议场安全维护及管理2.第7条规定，会议室委员不得携带麦克风、旗杆、棍棒等与议事无关之物品进入会场，并不得破坏议事设备，请大家共同遵守。拖鞋也不可以。